今天都是一些饰品或者是衣帽的收纳。那像其实有的很多就是，等一下你拿那个架子是烤肉架，对，是烤肉架，是姐留下来的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不贵啊，几十块一片，对，20-30块、30-40块也都有。那其实有的没有用到的，或是有的可能用到一点点，稍微刷干净，其实还是可以用。那其实像这样子 S 勾，那可能你到什么10元商店买，可能在一把才10块钱，对，那勾一勾，对你也可以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拿下来，然后把它挂在墙上。然后就变成一个直接放在墙壁上，因为其实它不论是挂在墙壁上，或者是衣橱啊，或者是可能书桌的，或者是橱柜的旁边，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挂这个烤肉架。哦，可以挂超多的，因为它孔很多。对。不过因为市面上烤肉架它有很多是大格子的，或是像这样子小网子的，可能要挑比较小网子的，而且是像这样是菱形的。我的吊手式的方法是我们造型师教的，他是叫我去买一个软木塞的那种板子，就上面都会可以插图钉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把那个链子，就是用图钉把它钉在那个软木塞上面。对，我以前有试过，可是有时候如果挂比较重的东西，那个软木塞就会不小心被我弄破，就是重复钉的。因为我的东西都是觉得比较 over 的。我知道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年轻嘛，就是这种潮牌的造型。而且我发现它这样子找的时候很方便。嗯，因为我不像我们都是可能一个架子就直接全部通通往，那不行，然后你要找的时候，因为我发现用这个之后好方便。真的很方便，而且可以挂很多，最主要是一目了然。你早上起来要挂什么很清楚。那其实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会觉得很困扰，就是收帽子，因为帽子有形状，那你又不能压它。对，我的帽子都好丑，因为不知道挂哪里，都会变形。对啊，所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收纳。那我发现有一个东西跟我们的头围差不多大，而且它是很天然的，就是一个立体的。空盒，果然很天然。对啊，或者是你甚至不要这个底座也没关系，你就放着。OK， 那对啊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帽子依照形状，然后就给它叠上去。好，再来看的这个是昭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其实是旅行的东西，因为我现在工作的话比较常东奔西跑，然后又因为写部落格常试用保养品嘛，所以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带正货保养品，可能有些人都会带 sample 出去，里面我可以把我要的保养品啊什么东西把它塞满里面。对，然后因为它这个是塑胶的，你就不用怕它漏出来。然后像这个东西都可以拆下来，就是我到目的地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可以整一个个拆开摆出来，对，会摆好。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原则，所以关键是这个东西去哪里买吧？对，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上网找的。哦，这个大概多少钱啊？这个其实没有很贵，几百块。对，这个对女生来说挺方便的。这个现在其实很多品牌都很流行做这种，然后就是整包带着，就几乎你所有，包括你甚至连贴身衣物都放在里面。对对对对，是旅行袋。然后你整包拿出来就把它一字摆开，就什么都有。这是获得洁癖男友认可的收纳物，因为他就觉得，对，他就觉得这样收一收，然后比较整齐。因为你行李就是如果你那些小东西那样散来散去，对对。因为我出国之后，我也是都收集了很多的小袋子，然后就是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整齐，对不对？我就被逼出来要找。而且这个有个好处是，你可能一整袋的东西，你不用要进洗手间或洗澡的时候整袋带进去，你就只要拿一部分进去，不会什么东西都一起湿掉。对，那好重要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它又可以拆开，旅行用的啊。对，所以就是找一些小工具来帮忙。是。然后另外呀，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爱买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也有买过这个，我有买。就是爱买的关系，所以就是我的桌子不可能只是一层平面就对，就我就满足，我一定要往上顶，自己加盖，厨房啊，自己加盖，而且它是尺寸，尺寸非常多，所以就是这个是书桌用的，我自己放在书桌上面，我是放厨房，对，就是我的棚架，我觉得厨房，对，一定，就是这个棚架一定家里一定要准备的啊，就是。平面空间不够，一定要往上让，就是它可以再叠上去吗？我还没有试着把它再叠上去。我只有叠一层，因为我怕它的耐重，其实是它有分什么3公斤、5公斤、几公斤的。可是因为其实讲真的，如果叠太高，像地震啊什么倒下来又很累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叠非常高啦。而且就是像这个啊，上面我会放这种盒子，就是让它看起来比较美观。
比较不会乱，因为如果说像我刚刚就是那种小罐子，又全部叠上去的话，又觉得又会被念说你东西很多。我在那个厨房的那个有时候那个橱柜里面，有时候它的高度不见得是你刚好要的，对。然后我就叠这个，下面可以放小罐的罐头啊什么。可是如果在厨房里面，真的不要叠太高，它不是沉重的问题，而是它的重心会变很高，重心很高，因为它是扁的嘛，稍微有一点点摇晃，它整个掉下来。今天教大家很多小撇步啦，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发明一些适合你生活当中，因为每个人生活特性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发挥你的这个方面的小聪明，让你的伴侣觉得你真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啊！好，OK， 谢谢各位，谢谢。